属下找到了当年调换护灵剑的先是严寺的兄长，据他说，当年事发之前，严寺没有任何修魔的迹象，只是在护灵剑开始铸造以后，严寺就突然收到了很多珍贵的灵丹仙草。看来当年这严寺果然是被人收买了，事情败露之后，又被伪造成了修魔的假象，被推出去顶了罪，如今这幕后之人倒是全身而退。若仙界中。 当真还藏着这么个与魔勾结之人，那岂不危险？当年最后抓到这严寺之人，就是凤鸣。凤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我巡逻至此，便看到此人在这里修魔，我上前与其交手，不料他扔出很多会爆炸的粉末。严寺送护灵剑入天宫之时。 他也参与其中。凤鸣的职责是把守密库门外，并无权限进去，所以只能在门外等候二位。只怕此事，我去一趟天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 凤凰也来质询凤鸣吗？那么巧。可问出什么结果？凤鸣说了，他并没有碰过护灵剑，也没有进过密库，没有活捉严寺，只是一时失手。不过桩桩件件哪有这么简单？此事还有的查。的确。 不过我还有一事想不明白：凤凰明明刚回归，为何会了解那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？我想这应该是卷宗里看不到的吧。本皇的事情不需向神君交代吧？凤鸣本就是我梧桐岛的人，想要弄清当年的真相，有何问题？ 不过神君放心，与那只水凝兽无关。你与那只水凝兽的事情，我在宗教上了解过了。那水凝兽能成为神君的师妹，已是应该感恩戴德。竟还想得到神君的真爱，倒是不自量力，万分可笑。凤凰。 千年前害你仙元散尽的人是我，落了梧桐岛面子的人也是我。你若有怨气对着我来便好，就算你跟阿姨没有关系，你也不该这般奚落她。没想到神君竟如此维护着阿姨啊！既这般维护，当年做什么去了？如今这般神气，又是演给谁看？ 原以为暗影付出了性命，能换来仙妖和平，那便也算是值了。愿这一切尽是白费。潜在仙界的魔族内应至今还未揪出，大泽山那两位师兄，还有一门同袍，怎能白白丧命？究竟是谁害了大泽山？ 凤鸣到底参与了什么？这么多的真相尚未解开，我如何抛开阿英的身份，只当自己是凤影活着？你是阿英？ 好久不见，你果真是阿姨，我就知道嘛，我们的小阿姨不会死的，怎么会死呢？哎呀，小阿姨没有死，我们的小阿姨还活着，还活着。
你是凤凰？那我之前被你骗到了，害得我当时认主人的时候，我对小阿姨心生愧疚呢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你回来也不跟我说，分明就不拿我当朋友啊。并不是不把你当朋友，而是没有想好要不要用阿英这个身份面对故人，面对曾经的一切。那你现在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就在刚才，我原本以为一只水泥兽死了便就死了，须臾一世，不过阿英用死换来的一切终究没有如愿，三界也没有因此变得安宁。我不甘心，我不想让他就这么死去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就没有真正的放下，便也不能只做凤仪。我要去把阿姨没有完成的事情全部做完。梧桐岛真是荒唐，让一个才降生的小凤凰来继承皇位。帝君苦心修炼数千年，世世努力，甚至还加上了南方帝君的性命，才勉强得到这代天帝的位置。而他不过躺在那儿睡了千年而已，凭什么一醒来就能登上皇位？帝君息怒，他不过是区区凤族之皇而已，如何能与您如今的地位相比呢？我绝不允许这样一个毫无功绩与根基的小丫头压到我头上。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？帝君放心，都已安排妥当。